大家好，我是林宥嘉，你现在收看的是最新鲜最有趣的女性新闻平台妞新闻，这是我的新专辑今日营业中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那下一题，就是因为在今日营业中你要自己化身为林老板，如果现实生活中可以开一间店，所以想要卖什么？因为我是比较天马行空一点的，所以其实每次讲的答案都不一样。如果像今天的话，我希望就是应该是卖三宝饭的店。三宝饭是指港式烧腊那一种吗？对，就烧腊烧肉，对，牛筋啊。嗯，是因为你特别喜欢吃三宝饭，还是有什么回忆吗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因为好吃。